王娟姐，其实吉他师，都唔错嘅哈，应该都王炫张超，不过大家就很给娟姐、娟姐、娟姐就关系咧。娟姐本来就系托戏卡嘅哈，佢当作就啲天样演出咧，不过佢大部分的时间就做舞台剧、做表演欣赏。佢啲当作就做客家天师嘅表演，啲台中戏剧节佢得到嘅金钟奖。当然啦，佢之前就青岛、青岛嘅奖项佢都得过嘅。大概喺讲有好嘅喺角色，唱起来佢就当翻起来。佢咪要留嘅，讲讲啦，佢佢留客家天师按多年，按多作品嘅合作。快唔快唔爽快啊！但先生有言难讲，好嘛？那没事啊，休息一下都好的啊。没事啊。真的？嗯。你去麻烦你个，没想讲。有事，因为将隔壁阿峰一帮忙都好的啊。哦，去啊，夹夹去啊，去啊。好啦，你爱穿衣的。嗯。很水嘛，啊，很水。谢谢你哦。哦。算了算了。谢谢你哦。嗯。我生活在是眷村。对啊。但是我对面住的是阿婆。哎啊，他就是看不见的一个阿婆。那我常常会听到他讲客语。那我是觉得客语很好听，但是没有机会学，我听得懂，但是我不会讲。那就有一个机会刚刚好，制作人他找我，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毕业制作演了一个客家妈妈，啊，哎呦，所以他说，哎，他就说你会讲客语，我说会一些些，但是他不是我的，生活中的语言。所以他说，我就说你敢找我，你不怕我就不怕，所以我胆子有点大。前后晚，人情外晚，按规村规里，我同你拿。我想三花大先生转场来，今天我拿贵衣啦。我听不用提，同人讲多车，也走迄种人的基本。演员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质，就是会离开舒适区去做一些自己不太习惯的事。嗯，这就是因为不要活在自己惯性的语言里面。那你说要把表演放前面还是语言放前面，但是真的非常感谢语言的 coach， 就是那个中法国，他真的太好了，他就说他就是平常就叫我们练嘛，然后我看到扛棒就讲，看到什么 menu 就讲，然后他在旁边会指正，就跟我讲什么是正确的，但因为比较早拍的时候，所以他对我们比较温柔比较好。那导演是阿如导演他真的也给我很大心，他说你不要怕啊，你就讲，没有讲错这件事，不行我们就配音。我觉得那个是安全感，给了安全感之后就不怕，不怕就比较会在情境中了。婆呀，妈，阿妹还蛮醉哦，原来是就是个暗醉哎。哎呀，不是小的啊！嘘，唔乱用，小的啊，小的，做嘛该喏？也想儿子同讲水的，唔爱讲都好。不过啊，妈有暗生。
演一个比较早年代的，而且那时候是第一次讲客语，然后全部都不能没有自然语这件事情。晚上要开会嘛，开会又要修正台词，每天晚上开会，台词因为我们都是留声机留学生嘛，都已经晚上跟他听那个睡眠机这样，然后就要每天哦就是听，让睡觉听什么时候听。就要把它记下来，然后就已经刻入脑海。晚上，中法国给讲诶，要修台词，好，就要这样好，那我就弄好了哈，那就要记住啊。早上起来说，哦，娟姐啊，那个什么台词要怎样怎样怎样改，我说，等一下不能改，记不住。你在就是时代剧这些，前面一个叫中正二村，对，然后到就在时代中。有些是你活过，谁是你活过的时代，就是要去找那个年代的故事啊，要去找那个环境啊，找那个我，因为我会有看图片啊，我会看，会因为那时候电脑跟手机没那么发达，所以通通要去找资料。嗯，连徐蚌星这个就是这个角色都要去找做功课才能懂。红呀，嗯。你不认大叔诶，下摆会念无？妈，下摆事情咪认袂定咯。阿姨呢？你不认快个姨会关门？经过你爱做乜嘅啊？爱饭爱做医生啊，救人啊，梦爱做乜嘅？客家妈妈的，尤其是长辈，我觉得他们是非常，有原则、有担当、有承担。然后，你说传统，我觉得他只是一个肉身的，肉身是女生，里面是个男人，就他很能够扛起家计，甚至很有想法，只是他是个女人。嗯，所以他可以先生不在的时候，他可以扛起他的家，他可以一样可以教孩子。也许你给阿爸留好了个做工业，去讲推背无法落实，下面我一定过去屏东。拉开一样，去本地读个二级，营养用读营养。你还把留下来呢？娘，娘唔会痛啦。觉得运气好啊。就是这个角色真的、啊、就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